jungle. Audio Jungle. 原标题：一代妖姬。她是号称上海滩的第一坏女人，全球通史白光是谁？可能年轻的朋友们早就不知道她了，但你一定听过。如果没有，你等着你回来。假正经，六七十年前，她便不怕坐上娱乐圈坏女人的首席座位，以及傲的姿态展示着她的邪气与野性。她的歌声让现今矜持的女孩听起来也觉得脸红。照片上这个烫着大波浪卷、散发如水的女人，她就是被称作一代妖姬的白光。白光原名石永芬，1921年6月27日生于北平，父亲为国民党爱国名将商镇部队的军需处长。学生时代，她曾参加北平沙龙剧团，演出过曹禺的名剧《日出》。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并占领北平之后，准备利用文化渗透推行侵略政策。当时日本东和商事计划拍一部叫《东洋和平之路》的宣传片，要全用中国演员，最后选中两女四男，女演员分别叫李明和石永芬。后来石永芬取艺名为白光。对于这个名字，白光自己是这样解释的：因为我演过话剧之后要拍电影，电影是什么？不就是一道白光射在银幕上吗？好吧，我就叫白光吧。东和商事其后并没拍出什么片子，只是李明和白光都成了在北京负责日本文化侵略事业的代表山家亨家的常客。不久，李明便与山家亨同居，山家亨是甘破政变的得力助手，而甘破则是满洲国的主要策划者之一。后来山家亨得知李明与另一年轻男人有染，便结束了与李明的关系，与白光同居。此后白光赢得了东赴日本学习的机会。在日本，他与李香兰同拜日本著名声乐家蝴蝶夫人三浦环女士门下悉心研习声乐。后来山家亨被召回日本被捕，依叛国、泄露机密、违反军纪、吸毒等十多条罪名受审。白光当时随山家亨一同去了日本，还为他四处奔走。但是这时的白光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女人，根本没人理睬她。不久山家亨被定罪，白光悄然回国。到了上海，白光这次归来成了他生命的转折点。白光回国不久接拍了影片《桃李争春》，他在片中与当时有着孤岛影后之称的陈云长演对手戏。白光演反派，老练而成熟，并在片中唱主题曲《桃李争春》，一鸣惊人。这部片子令他一炮走红。当时有评论写道：白光把剧中的反派女角演得叫人又爱又恨，那顾盼神飞的修眉俊眼撩人心动，勾魂摄魄的低吟浅唱醉人心甜。一句话，够味。白光的形象一扫当时荧幕上那种娴静清纯女星千人一面的枯燥，征服了整个上海滩与电影圈。此时电影公司高层见到了白光不容忽视的独特个人魅力及巨大的商业价值，以致当时的影片中一旦有类似坏女人的角色，总是不加思索地想到白光。她的荧幕之落入了一个既定模式：一部电影，一个坏女人，一首好歌。1950年白光赴香港，加盟了张善坤主持的长城影片公司，先后拍摄了《荡妇心》、《一代妖姬》和《血染海棠红》三部影片。《一代妖姬》是根据法国著名歌剧《托斯卡》改编的，描写一位红女伶为了恋人的死而殉情的故事。该片上映后轰动一时，奠定了长城影片公司在香港影坛的地位，也是白光的顶峰之作。由于白光擅长表演妖姬、荡妇、坏女人一类的角色，因此一代妖姬也就成为了白光的代号。白光和周璇一样，也几乎是每片必歌的，表演上豁得出去。金怀也很坦诚，尤其是那低沉柔美又带烂庸韵味的磁性嗓音，确实叫歌迷们如痴如醉。加上他那一口标准的京片咬字吐词极富感情，更加着一种放浪形骸的味道，让喜欢听他的歌的人们永难忘怀。白光年轻时曾和李香兰同白一师研习声乐，
因此有很深的根基。白光的声音懒洋洋的，感性缠绵，独树一帜，成为上世纪三十年代五大歌后之一。他那低沉的嗓音成为中国中低音女歌手模仿的范本。后世的潘秀琼《情人的眼泪》原唱，崔萍《南屏晚钟》原唱，徐小凤，在后来的梅艳芳、蔡琴等，无不受她的影响。白光的名曲《如果没有你》《探十声》《等着你回来》《假正经》等，后来的歌手几乎全翻唱过。邓丽君、凤飞飞、费玉清等翻歌强将，更是没有放过她的几首名曲。白光先后拍摄过20多部影片，他的歌声令人蛊惑迷醉，他的荧幕形象放浪形骸，大胆颠覆了几千年来中国人心目中传统的女性形象，而他的行踪又那样飘忽踪迹难觅，他的私人生活又是那样的平和真实。据白光自己回忆，因为我在戏里演的尽是坏女人，结果我给人的印象也是坏女人，我真希望有个剧本能改变剧中人的个性，饰演一个善良的女人，像前辈林楚楚一样的贤妻良母的角色。白光的这段感言颇有几分无奈，可以说白光是当时少数几个能将电影与生活、角色与自我分得恰到好处的女明星之一。1951年白光和一名美籍飞行员结婚，双双同往日本东京定居，但不久又离异。1959年在遭受了婚姻和事业的失败之后，白光重返香港，淡出影坛。白光的感情世界也是跌宕起伏、曲折多变的。最后和他结婚的是一位阎良龙先生。这位阎先生的父亲早年在上海滩是白光的影迷，阎良龙要比白光年轻10岁。阎先生在吉隆坡经商，他对白光可谓呵护备至。他和白光在一起生活30年，可以说是贴心的老伴。在香港，白光拥有一座房子，因市政建设需要被拆除了，另获补偿金之后，为了想过返璞归真的生活，他选择了去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定居。后来白光患上了血癌，于是全力与癌细胞抗争，后又得了子宫癌，被送进医院动手术，躺在病床上3个多月，身体再遭折腾，消瘦了50多磅，往日丰满而苗条的体态已经不复存在。1999年8月27日，在移居马来西亚多年后，白光在吉隆坡的子宅内逝世，享年78。